fire disaster in the country's history could go on for months. 守护地球，需要你我一起迫切行动。3月28号星期六晚上8:30到9:30，一起关灯一小时，一起关灯一小时。节能减碳，爱惜资源。嘉诚化学邀请你一起响应。